个礼拜一是什么节日啊？端午节。还要做什么啊？端午节快到了，七堵区六堵里特地举办包肉粽的活动，更特地邀请当地幼儿园小朋友一起向长辈们学习如何包粽子，一并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意义和由来。带小朋友下来跟这些奶奶一起包粽子，然后也体会端午节节庆的由来跟它的一些习俗。而包好的粽子也将分送给里内长辈和弱势家户。一起参加活动的市议员张耿辉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秘书杨文和等人都觉得相当有意义。感恩我们李里长长期来跟社计办协会带领的一些志工伙伴啊，为了这些低收入，每年都会先前的帮他们啊包一些很多的粽子来送他们家庭快乐。那除了这个包粽子之外，也让我们民间，让我们下一代的啊我们的年轻的子弟能够知道我们包粽子的意义，也包很多肉粽来分送给访视户啊，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气氛啊。所有的志工哦，与你一起来参与，把爱心包进肉粽，让大家吃了都有感受满满的爱在里面。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